不可不能忍，欺负人类。对，高坎说的对，在太岁头上动土啊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就是，砸了他的摊子。对，砸了他的。走，走。不能啊！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小兄弟，怎么了？什么小兄弟？老子在这就是爷。哼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就是爷。小可初来乍到，有失礼之处，还望宽恕一二。哎，你去。如果冒犯了各位，我这就走。哎，别走。把这棍子给我，让我瞧瞧。拿过来，宽点。嗯，不错呀。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哥不断呐，用力塞，哎哎哎哎哎呀，三哥大哥，走开，我这腿，我来腿，哎，好，我就不信你会断。你为什么把我的棍子弄断？给我打！哎，这打！这打！我踢你的棍子硬，还是我这棍子硬？快进啊！是。他是什么人？他你都不知道？东京汴梁城里一号人物，王八蛋，没人敢惹。有什么能耐？这么厉害？耍枪弄棍，写诗作画，都他娘的半瓶子醋。就一样，球踢得好，他叫高俅，他坏呀。前些年勾引王员外的儿子不学好，吃喝嫖赌，偷鸡摸狗，王员外把他给告了，被充了军。不知怎么又回来了，真是秉性难移。听说在一家药铺帮工，怎么又到这儿来寻衅滋事来了？你看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看到你们横行霸道，就打断你们的腿！哎呦，哎呦，二哥，二哥，哎呦，二哥，二哥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老王八蛋打完了人，他就跑了，二哥，真不是东西！阴阳逆转，福祸轮回。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此一时也，
掌柜的，我去了。哎，来了。来，高二哥，打听清楚了，叫王继，在禁军中当个小官。二哥，给。哦，有劳有劳，屋里坐坐，喝杯茶吧。哎，不了不了，我们还有事，快走，兄弟们都等急了。二哥来了，二哥来了，二哥来了，二哥就等你了，二哥，二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二哥，坐，坐，坐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，告诉二哥，就等你拿主意了，哎，对对，先别忙，等高二哥吃了这杯酒再说嘛，啊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二哥，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二哥，二哥，他家住哪儿？每天走哪条道，我们都弄清楚了。是啊，二哥，这硬打咱们可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嗯，二哥，咱们从暗处废他两块砖头，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。对，先下黑手放倒他，再和他理论。嗯，这主意不错。对，哎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别让，别让，听二哥的。对，听二哥的，听二哥的，听二哥的。依我看啊，咱们咽了这口气算了。哎，高二哥，这可不是咱们弟兄的发现啊！二哥，就是不能这样。你看他把我打的，咱们就哥几个对付不了他，怎么也得毁他一件两件的呀。就算飞他两块砖头，啊，出了口恶气，只要打不死他，他肯定回来打咱们。闹来闹去的，还得咱们吃亏。那就打死他！对，打个弟兄几个还剁不了他？对，打死他！剁了，上来！你看看，是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咱们就得吃官司。我吃过一次官司了，不想再吃了。要想不受气，就得做那种打死人又不吃官司的人。哦，哎，我没说错吧？那高二哥一来，准有高招啊！对对对对，就是不服二哥，就是还得听二哥的，听二哥，听二哥的，听二哥的。我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差事，也许将来能有个发达。在药铺办公有什么发达？哎，高二哥要时来运转了。对，对吧？咱高二哥说要发达，就准能发达。哎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二哥，接着聊。二哥，二哥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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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哎哎，二哥，请弟兄们多多包涵。哎，二哥，二哥，您那还没二哥，高二哥，高二哥，你以后要是发达了，可千万别忘了我呀，二哥。高俅啊，哎，进来。哎，小小药铺，萤火之光照人不亮，恐怕误了足下的前程，也涂抹了见你来我这儿人的美意啊。我跟苏学士东波先生有些交情，他府上正缺个抄抄写写的人，我转荐你去苏学士处，酒后必能得个前程啊。掌柜的，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周，你该说就说，该骂且骂，可不能把我扫地出门呢。
昨天的事确实遇上几个旧时的朋友。哎，我全是为了足下的前程考虑，足下千万不要误解啊。掌柜的，有我这封信，苏学士绝不会慢待你的。你师的师叔慈父吗？一知半解，一知半解。高俅啊，那是小人的字，就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的逑。啊，就是就是啊，就是单立人加一个逑字。好，我举荐你去当朝驸马王进卿的府里。王驸马你大概知道吧？都叫他小王都太尉。他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。你意下如何呀？行，行。找谁呀？啊，我是来拜见太尉的，我这儿有书信。请进。啊，好。笑什么？人家站那儿都半天了，你也不给句话。哦，是高俅吧？啊，小人高俅。你过来。小的在。既然是苏学士举荐过来的，我不会怠慢的。我看，就在我身边做个亲随，满意吗？谢太尉，谢太尉，谢太尉。好好好，起来，起来。谢太尉。后天太尉生日，这是请客的名单，请太尉过目。今年生日不请别人，只请小舅端王一人，让他们好生准备。是。这位叫高俅，是苏学士举荐来的，我已经把他留下了，准备生日宴席，给他个差事。还有府里的规矩，你也给他说说。是。你跟他去吧。是。不大摆宴席，只陪端王把酒临风，看看歌舞，不知端王意下如何呀？这样别有风味。御狮子做好了，请太尉过目。这是东京第一家御店荣宝斋的手艺啊，多好的成色呀！杨之玉啊，玉匠听说太尉过寿，这一对御狮子就算他孝敬的寿礼了。玉龙比价呢？是我明天送过来。做得如此讲究，难得难得呀。端王若是喜欢，明日取来玉龙比价，一并送与端王玩赏。这想必那个玉龙比价定是做得更为精美啊。不过自豪夺太尉之爱呢。哎，两件小玩意儿，端王不必客气。这却之不恭啊。那我就深谢驸马厚意了。不必不必不必。来来来来，干干。
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文踢球呢，你自己去吧。啊，看我没来过王府，麻烦院公帮我引引路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小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，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王爷。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呈在此，拜上。你会踢球？小的高球胡踢的几脚。好，来来来，下来随便踢上几脚。啊，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哎，来来来，踢球只是玩耍，不分尊卑贵贱，年幼尊长，能踢就踢。不敢。来来来来来，把球踢给他。嘿。小人献丑，望王爷恕罪。啊，殿下！哎呀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请。你看，你看，已经等你多时了。殿下，这是……来来来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啊，请。啊，快坐呀！今日请我赴宴。殿下，这是好，来上酒。欲将取之，必先予之嘛，啊？两件小玩意儿，殿下何必在意呢？哎，驸马想到哪儿去了？这顿酒宴，为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呢。高俅啊，王爷，啊，小人给驸马请安。殿下，这是驸马府上藏龙卧虎，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？啊，原来为的是他呀。这高俅。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，不知有何本事使殿下赏心呢？哎，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！我嘛，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，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，实在太乏味了。哎，如果有他陪着，定能踢出点风采来。哎呀，小事一桩啊，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？高俅，还不快谢过殿下！谢殿下。
怎么了？拿着，歇息一下，歇息一下，不玩了。好好好。啊，踢得真不错啊！来，擦擦汗。这边这边，走，接着来。哎，把球传过来，接着。好，好。王爷近日踢得兴致好，小黄门们踢得也不错嘛。好。王爷，您高兴就好。大家踢的都不错。殿下，我不信。有人找高俅。哎，谁找？就在王府门外。哎，好，大哥，过来，去吧，去吧。这边，我歇息一会儿。好，谢殿下。说过别来找我，你们怎么？哎，二哥，你听我说嘛，都是兄弟们想你嘛。哎，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说不行，非要见你一面。哎，你就见他们一面吧。啊，他们人呢？哎，来呀！二哥，你看，二哥想你呀，我这都来了，今天不见你，真想你呀。是啊，二哥你可干了呀，二哥，瞧二哥这身衣裳多排场啊，二哥，弟兄们想你呀。是啊，二哥进了段王府也不给弟兄们捎个信啊。是啊，捎个信啊。二哥，你看说发达就发达了，每天都有燕窝喝了吧？是啊。二哥，你带着弟兄们到王府里玩耍玩耍。对呀，我们开开眼界，二哥。啊，开开眼界。二哥，带我们进去吧。二哥，二哥，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二哥，哎，咱高二哥现在是王府里的人了，咱也得体面一些，啊？那是，同富贵，勿相忘，是不是二哥？啊？二哥，您说呢？二哥真神气。哎呀，二哥，您说呀，哎，急死我了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你要说句话呀，二哥。二哥，二哥，你这样吧。我明天请你们到翠仙楼去吃酒。哎呀，哎，还看什么？二哥，二哥有公务在身，不能打扰。对，二哥，明日咱们翠仙楼见。对，二哥，翠仙楼见。翠仙楼回吧，不见不散。二哥，明天不见不散啊！好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回去吧。走，高二哥就是不一样，还穿着衣服多排场啊！哎呀，二哥真是个痛快人啊！当然了，谁叫咱们是二哥最好的朋友？哎，二哥，二哥，回去吧，明日见。哎，回去吧，二哥。好酒好菜尽管上啊！哎，好，哎，贾二，哎，高二哥不会不来吧？啊，对呀，就是啊，他等了半天还不来呢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不会吧？二哥，高二哥，二哥，您来了，您来了。你们听着，这里再没什么高二哥了，再来相扰，送你们下牢。你找啥呀你？你说啊你。
你怎么这么看着我？这难道怪我吗？他不怪你，都他娘的打成这样了，高二为什么没打你？是啊，没打你啊？你说，我钻到桌子底下了，钻了桌子，我也钻了桌子了。为什么高二只打我，他不打你呢？啊，你看我打成这个样子了啊？是，就是呀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你不知道？别。我见不着高二，打你！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哎！快打！哎！打高子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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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让你姓高的？你也姓高啊？打！打！姓高的是打的就是你。高二哥，高二哥呀！进了王府，给朕添了许多快乐，朕不会忘记你的一片苦心，朕想抬举抬举你。谢陛下隆恩。起来起来，先叫枢密院给你入个名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听说殿帅府要换人了，这回许是个有来头的人物。听说过去跟过皇上，是吗？姓什么？是个姓高的，军政司。新来的太尉姓高，叫什么名字？知道吗？叫高俅，这个名字真稀罕。高俅。明日点事，替我告个病假如何？嘿，王教头，这有何难呢？不过你得送个手本来。那是自然，拜托了。好说。此言极是，过两天我们还是要到你家里去，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好好的商讨商讨。经过上次这三把红绳记忆，我是那里我还是要小心为好。仁兄。啊，王教头，啊，贤弟这下有礼了。王教头，参见圣上。各枢密大人都觉得，讲，是高俅不学无术，只会踢球，这样的人如果委以重任，恐怕朕。也喜欢踢球，不是身为一国之君吗？微臣明白。不会当官，可以学着当吗？啊？是。
你去吧，去吧，啊！谢圣上。都到齐了，等太尉点事。都来了，又一位禁军教头告病在家。他叫什么？叫王进，这里有他的手本。王进，王教头时时有病，已经卧床多日了。胡扯！既然成了手本，人为什么不到？分明是蔑视本官，以病搪塞。代王进，代王进。小人王进参拜太尉。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你王进长得什么模样。啊，你就是王进。嗯，你有什么本事做80万禁军教头？定是前任太尉没眼，看错了人。哼！你官位不大，驾照不小，竟敢不来点事，推病在家，安享快乐。小人确实有病。住嘴！既然有病，为什么又来了？太尉召唤，小人不敢不来。还敢犟嘴，给我打！太尉，再打就没命了。今天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，就免过他这一次吧。好，看在众将的面上，先饶过你今天，以后再和你慢慢理会。抓贼！哎，抓贼！不，不，哎呀，哎呀，别打了！我不是贼呀，我是你家高太尉的干儿子，打坏了我，我也要后悔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撒谎也撒得太大了，我家太尉有没有干儿子，我们还不清楚，分明是骗的。别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要是高太尉的干儿子，打坏了我，你们可要后悔的呀！哎呦！等等，你说你是谁？我叫高坎，不信问你们家太尉去。没准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是咱们衙内了，我得赶紧禀报太尉去。是真是假，见了太尉就知道了。走，走，哎呦，走。去，让他进来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轻点儿，你们轻点儿吧。走吧。哎，啊，高二哥，我想见你。高二哥，我想见你，怕进不了府门，我就翻墙进来了。高坎儿，二哥，
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？下去吧，下去吧。他们都不理我，见了我就打。我是没出去了，我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。我给你当牛做马，像亲儿子一样服侍你。啊，你就收下我吧。啊，干爹。爹，爹，你不要我了？你要是不要我，我就只有死了。来呀，去拿点银子来，让他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不要银子。干爹，你还不要我呀？要再不要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啊，高海！哎呦！这快请郎中来！这真是冤家路窄，撞在他手上了。以后肯定没我的好日子过。孩子，不行了，咱就走。天下那么大，堂堂七尺汉子，哼，还找不到立身之处，非守在这儿，受那高太尉的欺负，哼！哎，那能去哪儿啊？去延安府，那里的老总经略相公跟你父亲是世交，在那里也许有用得着你这样的人的地方。那个高太尉有多大的巴掌，总不会把天都遮住吧？哼！无情，那好。那就去延安府。爹，爹，禁军教头王进跑了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想整治整治他，到了教场没见人，又到他家去，他邻居说几天前就走了，不知去向。他害怕了。嗯，正是。哎，你想啊，去年那臭小子多狂啊，他。来人，在。80万禁军教头王进，目无法度，擅离职守，举家在逃，给我押下文书，四处缉拿。